穿短裙，你可以有这个原因了。怪这么多人要看你的门诊啊，干净感，门诊满到没有办法去义诊。身边人有外科啊，外科谁会预约啊？是，这個、就是可能比较大家没什么事做，增产科，对，在妇产科的门诊比较。先生们就一直努力的让老婆怀孕，然后就是为来看医生，有道理哦。先生想你，先生。哎，陈俊尧，陈俊尧。阳光男好像消失了一样，太阳有看不到你，可以直播你们两位搭回来，从后面上来，在生哥这边，生哥转头亲到美香。哦，找到了。假装的，开玩笑。生哥，你画模型还不够，你还画招牌啊？我没那么无聊，好不好？是我啦，是我啦。画真好。尾了尾巴，我尾了尾巴，就演的生哥都赞同，所以真好，好赞哦！连生哥都逼逼，你还不知道他讲什么预留，画的赞好赞，就是一个北啦，Absolutely北啦 ，Why I 没读过书 ，Absolutely a Why I。